是清风，看过的听过的不会是梦，你不说我痛的因为相逢，哭过笑过将往事尘封，如果还能在日出时升起，那你报警了吗？我怎么报警啊？哦，大奶打二奶啊，谁听了会帮我呀？我活该。可是他打你，把你打流产了，你应该报警啊。你有他的信息吗？或者他的名字，我帮你报警。不能报警，你要是报警了，老郑会跟我翻脸的，我跟他就彻底完了。现在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想着会跟他在一起吗？你是不是特别瞧不起我？别说你了，我自己也瞧不起我自己，可是我不跟他，我还能跟谁啊？我都这样了，也没有人会要我。你可以过你自己的日子呀。我现在呀，最大的希望就是他还能有点良心，也能心疼心疼那个孩子，我和他还可以再要一个。当初我要是阻止你跟阿香就好了，你们就不会这样了。当初要是能回到当初，我不想选这条路了。可是回不去了。没事，别哭了。进来。董事长。哎呦，回来了啊！回来的正好。哎，给谁？那个，今天晚上那个华标的酒会啊，你告诉陈深不用去了，啊，我让恒子陪我去。好的。好。啊，来坐。刚才说的是什么酒会？华标集团换董事长了，你知道吗？换谁了？佟丽他姑爹。杨家的老三。是啊。所以今天啊，佟丽也会去。我希望你能跟他好好聊一聊。如果把这层关系打通之后呢，我们垦州的项目就没有后顾之忧了。是的。但之前不是一直传，杨总会把位子传给大公子吗？怎么最后决定给老三呢？选继承人不一定要依照长幼，只看他有没有能力，有没有贡献。你看那个杨老三，这几年做了几个项目都非常亮丽啊。要是换了我，我也选他呀。
啊。明白了。啊。回来几天？明天就走。明天啊？啊，这么快？那就下一次吧。啊？不是，我原来想说，明天带你出海去钓鱼去。那就下一次吧。好吧。啊。哎。哎。还有事儿？没事。还是想钓鱼去啊？下次吧。好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去。恒姐，李叔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昨天。哦，我刚刚看过报表，你的成绩真的不错。还请李叔多关照。你爸还说，交班岁月十年，我看你这个势头，5年就可以了。5年？5年。才还好好的，就这么走了。上午那个男人过来了，给了他2万块钱，说是分手费。那男人一走，他就吵着要换衣服，非让我把那件好看的拿给他，又说要吃云吞，让我出去给他买。等我回来，他就……哎呀。回来了，去哪儿了？突然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我的计划被迫改变。什么意思？请你再给我1年时间，5年后，我一定能成为林氏集团的董事长。到那时候，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娶你。亲爱，我必须足够强大，必须成为稳操胜券的那个人，才能给我爱的人幸福。
才能够冤死唐瑶，讨回公道。你想做什么你就去做，不用管我。你同意了？千恩，你终于理解我了，谢谢你。我知道你再次受委屈，我一定会补偿，我们一定会幸福的。我有点累了，我想休息一会儿，你先回去吧。去收拾一下再来看你。他还把简小姐的手机、钥匙以及手上所有的工作都交出来了，说简小姐以后不会再来了。慢点啊。简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要离开你。您别过来！你不是说好吗？我们什么也没说服你。我只要你。这样的日子我一秒钟都忍受不了。为了我，为了我们，就不能吗？不能。乔安，你说过你会给我自由。我改变主意了。不，这个是我不能失去你。你让我走吧，让我走。你休想走。你拦不住我的，我一定会走。我会缠着你，一辈子缠着你。你到底怎么样才能让我走？我绝对不会放手，除非我死了，否则你休想离开我。救人啊！
做错什么了？我们就不该在一起。不，别放了我吧。只要我还深爱着你，我绝不放手。我们真的是爱吗？爱不应该是很甜蜜、很美好的吗？ 为什么我们之间这么多伤？我们分开吧，再这么下去，还是一次又一次的重复，最后不是我死，就是我们一起死。 My fiance, Julia. 行了你。但我觉得不够。哼，为什么？他都承认啊，你的身份 fiance 了，就像等于像我们朱家低头了。但是我要的不是他的承认。那你还想要什么了？我要的是他的心。 比起他们家的资源、人脉，啊，还有股份，最不值钱，就是死。But I want it. 别任性。嗯。可以帮个忙吗？我什么都可以给你，就这个不行。我真的无能为力。不，你可以。哎呀，你知道吗？这世界啊，最难揣摩和掌控的就是人的心。 你怎么帮你啊 ？You can still make that girl Jiawen disappear from the side. 我那么忙，这么多工作，还要帮你抢男人啊？不会吧 ？Come on， 我是你唯一的妹妹。你省点气。如果我没有面子的话，那就你没有面子，朱家就没有面子。
拿猪仔来顶我是吧？Case I work, OK? 哦，走一起，啊，不敢保证，尽力而为。啊，我知道你可以帮我。要 cheese 吗？要 ，OK， 我 cheese。 进来，有事吗？林总 ，HR 那边又催了，说招聘启事的事需要您这边赶紧确认，他们要发布。另外，猎头公司那边也要确认。知道了。山上公司那个单子。 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就算是个新手，也不至于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吧？还有康威尔公司的货，那怎么就被你给耽误了呢？还有奥森先生，合作了3年的老客户，竟然被你……白青啊，你这段时间究竟是怎么了？一天到晚就跟没有魂似的。我最近状态确实是不好。 状态不好就可以胡来吗？耽误了传奇，算谁的？客户丢了算谁的？损失算谁的？您再给我一点时间。我给你时间？谁给我时间？我一定能调整好。等我调整好了，单子我肯定拿下。等你调整好了，黄花菜都凉了。把你手中的客户和单子清理一下，交出来。 刘总，公司决定先停职3个月，好好反省，去吧。哎呀，我可要了！你看见了吗？3个电梯坏了2个。 一层楼有半层都是空的，什么鬼地方？哎，而且咱们斜对门，你知道是干嘛的吗？干嘛的？卖盗版光碟的，这来的都是什么人呢？还有左手边最里边那家，更不知道搞什么名堂，这跟阴阳怪气的。都是做生意的，都不容易。热死了，空调在哪儿？ 停电了！哎呀，你是不是在烧水啊？是啊，这负荷太大，这估计是给……我烧个水就负荷大的，要水电筒吗？怎么干嘛呀？水电筒怎么办呀？哎呀，下边啊，正在这里，我去看一下。好冷，你知道在哪儿？在哪儿啊？ 看看是不是这个？哎，小心点啊！没事。是吗？应该是这个吧。嗯，哎，亮了吗？应该可以了吧？我去看看。嘿，亮了！你还真有两下子。这都是生活阅历吗？空调也不敢开了。
咱去抬楼的时候走着很难的，一步一步会越来越好的。嗯，没错，要乐观一点。 我们把这牌匾挂起来吧。好呀，走。哎，你说要不要再高一点啊？就到这个位置。不要吧，这个走过来刚好能看见。你看，是吧？哎呀，咱们的招牌看起来挺气派的啊。借过，借过。哎，借过，借过。 就是什么时候能把它挂在一面气派的墙上就好了。其实现在已经很晚了，你也不想想，之前这牌子挂在哪儿？也是。来来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不要挡路，不要挡路。哎，好好努力奋斗吧，我觉得很快我们会搬开这儿的。我相信。 你在这儿干嘛呢？啊？失恋了吧？没有。骗谁呢？我跟你说，我也失过恋，就你这副熊样。当时我就把工作搞得一塌糊涂的。还没吃东西呢吧？来，给你点糕点。 谢谢啊！这么晚到公司来干什么？你还好意思问啊？我为了你啊，你这工作做的一塌糊涂，刘总派我来给你亡羊补牢。是哪个公司的单子？哪个？三个公司的单子都压我身上了。分我一单，我来改。你该吃吃，该喝喝啊。 发财，开门大吉！吓我一跳你！你明儿你干嘛呀？你我刚扫完的地，你又弄这个。叫你这个人呢，就是太严肃了。那开公司就是喜事，喜事呢就是要庆祝的。有话说得好，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来来来，拿这个换。啊。你们走吧，我去复印一下。阿简。 没事儿，对不起啊。没事儿，从小到大，不就是我打你一下，你打我一下吗？没事儿。他真没事儿吗？哎，身体是没事儿了。 可是你看，总是提不起精神，情绪低落。慢慢来吧。唉。
反正现在他跟姓林的是没戏了，懂吧？现在不是时候。那时机你自己把握呀。我是觉得这件事儿，我怎么样不重要，简爱最重要，他开心就好。手干净一点啊。喂，您好，请问是文清小姐吗？哎，我是，您是哪位？文小姐您好，我是创联猎头的。您好，您找我？恒之外贸啊，最近准备招聘一位业务总监。我们觉得文小姐的条件特别符合，您是不是有兴趣？恒之外贸不是有业务总监吗？啊，你说的是他们之前的那位总经理吧？已经离开了。他为什么离开啊？这个我们不太清楚。听说是个人原因，请问你对这个职位是否有兴趣呢？文小姐现在在中纺外贸任职，我是业务主管。啊，我们之前的业务总监也是中纺外贸出来的，简爱，是。我们曾经是同事，哦，对了，我们小时候还是同学，是吗？我们初中和高中都在同一个班，哟，这么巧啊。那文小姐，我这还有一些问题要问一下。不用问了，就文小姐吧。这就是您的办公室，按照您的要求，书柜和文件柜都没动。简小姐经手的案例和资料都在这里。好的，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问我。谢谢。听集团的人说啊，你现在的位置在公司里头比林晨深要高出太多太多了，千万不要放松。谁告诉你的？那你就别管了，我的眼线是铺满全世界。行行，最厉害了你啊。哎，告诉你啊，你的 Julia 了不起哦，被 Vogue 杂志选为最有潜力的模特儿，下半年要去米兰走秀。哎，是吗？他明天有一场秀，给了我们两张特别棒的位置，第一排的，我们一起去。就不去了吧？你不去怎么行啊？我是来工作的，不是来玩的。你一个月才回来一次，都不见人家，有什么好见？你未婚妻耶。哎呀，再说吧，再说。喂，什么？你说托尼要恒拽帽的所有资料？等等啊，等一下，我先请示一下董事长。 OK 啊，我先回公司。喂，明天呢？托尼是集团的股东，他要查阅集团任何板块的数据跟资料，我们也没有理由不给他。关键是他查这些干什么？我查了一下，除了恒之外贸，他还要了林氏集团之前中国板块的所有资料。难道他想进军中国市场？有了我们的资料，他连前期调研都可以不做了。这便宜不能让他占。您的意思是让恒之外贸接托你的生意？不惜一切代价拿下。不惜一切代价？
那我们还赚钱吗？钱当然是要赚的，但赚多赚少取决于你的舍跟得。你呢，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让这个托尼他依赖你。依赖到什么程度啊？一定要依赖到他在中国市场少了你就不行，要到这个地步。明白。对了，你妈咪今天打电话跟我说茱莉亚晚上有个秀啊。妈咪打电话给你了？你最好跟他去一趟。董事长，但我明天晚上跟法务部要开会啊。现阶段看秀比开会重要。谢幕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怎么样？都结束了，要不我先走？对呀，他还有谢幕，他还有谢幕，他还有谢幕。哥，哥，哥，哥。哎，这个。用了吧？用，一定用，用。不合适。合适，合适。妈咪。乖，去。好运。Congrats。好的，没问题，我回头再打电话给他。好，行行行，一言为定。好的。好，你又怎么了？我前两天才跟爸夸你啊，最近规矩很多啊，怎么又客气了？我不开心。为什么？还是那个人。明恒志，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，那个女人刚刚前几天从恒洲爱猫的股份退出来。你怎么知道呢？嗯，我看过最新的恒洲爱猫的财务报表。那这个说明什么？确实最能说明问题啊。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啊，有感情的时候才会愿意花钱在她身上。如果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已经没有感情的话，就会把所有东西退回来。嗨，这还不懂？可是，我总是觉得这个林鸿之的身上就全部都是这个女生的味道。哎，什么味道不味道？哎，你不是又要去中国考察吗？
经历波澜，忙着积攒勇敢，漫长的灰暗只为转弯的曙光，忙着规划日常，忙着应对无常，修炼的坦然，不管不顾的平凡，被迫的善良，解读着遗憾，就算原谅，生命只不过是一场流浪，怎么反复陷入悲伤，总依附他人目光，回绝了自我的欣赏，不过是一颗星光，排遣到人海的平凡，自然的本质就是孤单，要懂自我欣赏。忙，忙着经历波澜，忙着积攒勇敢，漫长的灰暗只为转弯的曙光，忙着规划日常，忙着应对无常，修炼的坦然，不管不顾的平凡，被迫